定。山下的猛虎庄有雄霸一方的大恶霸红虎、红豹、红凤三兄妹，无恶不作，而且勾结日本人为虎作伥，欺压百姓，是众所周知的罕见。可是在猛虎庄之外30多里有一个福兴镇，却犹如世外桃源，老百姓生活得很愉快。直到这一天，那个镇子我们去过吗？没去过。为什么？老头子说这个镇很邪门，可能他吃过亏吧，叫我们不要惹福兴镇的人。这个老不死的，老的胆子都没了，能不杀了他吗？什么早饭就下去抢钱抢粮抢女人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你别错过。哎，来，过来看，过来看呐！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加老板，我的雪花膏呢？2瓶好。我们要4瓶，加老板。4瓶好。你也要一瓶，好，接着。来啦，小小猫。刚出炉的，小小猫。刚出炉的，小小猫。香不香啊？花露水，法国货，好棒哦！谢谢你啊，哎，不会被我姐看到吧？不怕，小喇叭，不要，小喇叭，我帮你，加油，使劲，很快就出来了。哇哇，你嘴巴可以放这么大的东西啊？是啊，哎，要不要试下这个？你个小喇叭，又来骗我妹是不是？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我乱说话，我一眼就看到你。别吵了，你呀，小心被这小子骗财，还有骗色。完了！你这臭小子，再来招惹阿红，你信不信我就用追魂夺命反应震死你？哈！嘿，走，走，小老板，小老板，疯女人，我恨你！还剩一瓶，哎，花天娇，花天娇，还有一瓶桃树升天，不如半价卖给我了。那又不是奶粉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嗯，你管我呢？八折，半价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啊，好轻功啊，小意思，把花露水还给我，5折，8折，升级。你出铁娃娃，我有铜铲，捡点价吧。想得美！哎呀，哎呀，能捡吗？不能捡。5折，8折，6折了，7折，便宜点，辛苦钱。7折，6折，你说的6折，马上给钱，明天了，不可能，那就后天，最迟明天。谢谢了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保佑福兴镇风调雨顺，人畜平安。请老太爷出来，为全镇的居民求一支好签。哇，厉害了，上上签的，今年福兴镇风调雨顺，人畜平安。畜生不平安，人平安。伺候好老子，人人平安。你们这群社会败类，流氓人渣，激光党，奸淫掳掠，非礼欧巴桑，抢劫小孩子的早餐钱，我们福兴镇的人是不会怕你们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他们好像说不是啊。壮士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家中老婆怀了孕就快要生了。我去抢女人。
你想怎么样？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你就算得到我的肉体，也得不到我的灵魂啊！我就要你的灵魂！臭道士，敢跟我们作对，功夫很高吗？功夫虽然不高，但对付你们还可以。你敢打我？我不打你，你也不要打我。出美女的快活林，我得看看有多美。走，走。美人，美人，嗨！叫什么叫啊？我们还没有开门呢。我们是强盗，别吓坏了我的美人。嗨，马上就好。谁踢的我？老子，你脸上有鞋印啊？谁踢的？看他们鞋就知道了。聪明，把张总抬起来。下班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连我黛玉姐的裙底脚都没听说过，还敢行走江湖？给我杀了他们！你敢当我们老大？杀！不好意思啊，漏掉两针哦。小裁缝，限你七天做好后交货，不然我可不给钱哦。哼，哇，哎呀，不好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几位啊？大劫啊！大劫啊！好怕！哎呀，有谁不想死的？是啊，各位，有谁不想死的举手。卖鸡，你们也敢来捣乱啊？有什么不好做？你做贼呀你！这帮土匪啊，真是不知死活呀！我们江湖七怪退隐了都不知道。老规矩，我就要撤了。他们个个都是武功盖世的高手啊！八方被蛤蟆吞，蛟龙十八掌，白骨爪，好厉害！跟着白骨一样尖，对付他们。啊！都别帮我！都不想干了，快去开工！开工了，快点开工！开工了，开工了！干什么？晚上有空吗？有空怎么样？让你赏月。你神经啊！今晚初一啊，赏什么月啊？没月亮就看屁股了。找找找！真是赏月啊，还有月饼吃。清明都过了，哪还有月饼吃啊？去年剩下很多。哼，下次吧。没用阴波功阵的啊，就是有机会。你都看出来了，哎呦，对不起。帅哥，帅哥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赶去猛虎庄。可是天快黑了，倒不如在我们店内住一晚，第二天再走吧。不用客气，我们赶时间。你看，这辆马车很漂亮哎。
她是林市长的小公主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她又来买菜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她可是小裁缝的梦中情人呢、啊，真的。嗯。哎，有美女啊！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我们去猛虎庄谈点生意。猛虎庄很危险的，你们要小心啊！多谢姑娘提醒。哎，我叫林雪儿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洛天。洛天，有机会再见。小姐，这坏人可多了，咱们要小心呐。是啊，小姐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不像坏人啊。小裁缝，你的梦中情人来了。好想帮他做衣服啊。你看人家裙子料子多贵啊，给你做好难呐。别哭啊。好吧，回去喝奶了。肯努力就有希望。新鲜的，你多买几个吧。来来来，多拿几个，好，多拿几个啊！这都要了，全部都拿上。在桌上。哇，天好蓝哦，好漂亮哦，快看！哇，好帅！阳光好棒哦！啊，好棒！你别晒着了，晒着会黑的，小喇叭。嗯，哎，哇，那个湖好美啊！好美。真的很美吗？好美！什么美啊？玉米。玉米！死三八！哎呀！你怎么了？我好疼啊！我残废了。给他20个大洋。小姐，不用那么多吧？让你给你就给。谢谢你啊！你真是好人呐！好漂亮的裙子呀。找他去要个地址，下次我做衣服的时候去他家试一下。哎，是。哎，美女美女美女。好。美女美女。哎，美女美女。嗯，干嘛？男的。喂，你男扮女装是不是要对我们小姐企图不轨？没企图的，没企图的。打他啊！不要不要啊！救命啊救命啊。你们怎么了呀？你是刚才那个美女？我只是想吸引你。我是裁缝，我想帮你做衣服，不用钱也可以的。那可不行啊！你为什么要替我做衣服啊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模特。过奖了。七嫂，八婆。好像每个人都很开心的样子，个个都没有烦恼啊。当然啦，因为我们个个都知足常乐。福星镇欢迎你走进来，走进来笑开怀，麦当劳还是没人来爱，无人问津就做菜，花田娇抱着小男孩，很给力真可爱，小喇叭麦当劳谈恋爱，麦当劳要破坏。家务教授老太太，太极拳很厉害，带鱼街跑的美人过来，大酱油蛋吃了开怀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行政的复习都很简单，我抢来又抢，我摆了又摆，复习人的复习还真可爱，江湖奇怪。新嫂，爸爸回来了吗？小姐回来了。大帅的行程延迟了一天，明天才能回来。真是个坏消息，不过也是一个好消息。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多一天时间给爸爸准备好吃的。好。根据情报，猛虎庄已经跟日本人合作，把这里变成日本间谍的情报中心。情报说，女间谍黑泽清子这2天就到。那我们要尽快拿到名单，要不然会很麻烦。一入夜，我们就进去查。不行，不如等洛天到了一起行动。洛天，他要过2天才能到，我怕等不及。大家小心点就行了。
走。黑泽小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见谅见谅。私がここに来たのは林国との肩をつけに。那个死胖子不太好对付，脾气硬，功夫又高，我试过很多次都一直找不到机会。変えるだけ変えましょう、残りは殺しましょう。誰かが探してるわ。果然是日本人的情报中心。找到了，日本特务的机密名册。上级一直在找这个。放心，你报告好。紧急支援啊！包围他！能够跑到哪里？你们先走。小心！快点走啊！哦，罢了吧。
傷をさせたから時計はいけないわ。追、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明天爸爸回来的时候该做什么菜给他吃。大帅那么疼你啊，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一定爱吃。自从妈妈去世以后，爸爸好可怜啊，都没有女人照顾他，所以呢我要替妈妈好好的照顾爸爸。外面什么声音啊？要不我去看看。猛虎，你脑子进水了，林市长的家都敢来撒野。我们可是一等良民，有人偷了我们的东西就逃到里面，那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放屁，我们这儿怎么会有贼？那就让我们进去看看。大胆，林大帅家眷在内，岂容你们乱闯。全部跑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全都滚！林大帅，石原先生给你开出的条件还在等你答复。真的吗？他开的条件足够我花两辈子。那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敢作敢为，就是不敢当汉奸。滚！发生什么事了呀？洛天，洛天，你没事吧？不许进来！我是老爸。老爸也不行，我在洗澡呢。啊，那你叫什么？我刚才不小心滑了一跤。小心点。哦。红虎说他为什么来这里啊？他说有贼偷了他的东西，跑进来了。胡说。去四处看看，免得真的有人混进来。是，走。来，慢点，先躺下。你醒来、我背后中了飞镖，你这样放下，我怎么可能不醒呢？对不起啊，那我该怎么帮你啊？帮我把飞镖拔出来。拔出来。继续消毒。消毒。包扎。包扎。好，给我一些消炎药。你洗完澡没有啊？洗完了。那我进来了。爸爸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，是怕有坏人进来。爸，哪有人敢打咱们家的主意啊？您早点休息吧。这也对。哎，你长了。是啊，长大了呀。哦，是长长了。你老不回来都不认得我了，出去出去，我不理你了。哎，你怎么上面有反应，脚没反应啊？有啊，就是反应慢了点。哦，好，好好休息啊，有事大声叫啊。好。雪儿真的长大了，她被窝里啊肯定有个男的，你要我怎么办呢？自从你离开我之后，我都没时间好好陪她。可是现在我要不要揭穿她，还是随她去呢？如果我真把被窝里那小子拉出来，她会恨我一辈子的。什么？你叫我让着她？那就是让我装作没看见了。我们要让雪儿开心点。老婆，还是你对，我都听你的。
药。该怎么办呀？剪开啊！剪开，剪子啊！要消毒啊！消毒啊！在这个地方，要是给爸爸发现的话，会很麻烦的。师长，去看着小姐。是。道长。道长，你先坐下。喂，你带这人进来干什么？他们说镇上的生老病死找你就对了，你救救他吧。我看看。道长，你救救他呀。对，生人死人来找我就没错，但现在他半生不死的，你来找我干嘛呀？那我该去找谁呀？把他交给我们不就行了？交给你？交给我们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只要是男人，我们就能治。什么事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他就快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吧。他是谁呀？你就别管了，但是如果他死了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。伤成这样，只有娜姐才能治了。他会治吗？他有一颗超级无敌还魂丹，能治百病，内伤、肾亏、暗疮、便秘、失调、皮肤病、上岗脚，只要没死的话，就一定治得好。那我们快去啊！哪那么容易？那丹药是他的嫁妆，老爸死了都未必肯给。我可以向他买。如果我伤成这样，你肯出多少钱？100个大洋。那他呢？多少钱我都愿意。钱是买不到的，那怎么办呀？只有一个人能帮你了。谁呀？吴峰。这么危险还带这只东西出来？哎，说来话长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下去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哎，抓紧点。知道了。他胸口上的就是还魂丹。再下一点。再下一点。这到头了，没了。大喇叭，大喇叭，下来呀。
玩，下去拿东西，快点。哎呀，听话呀，连神教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赶紧下去吧。哎，听话，要不然我打你。这个，蜘蛛，蜘蛛！安布林高手害怕蜘蛛。乖呀，别玩了，快去打。我白养你啊！蜘蛛啊，蜘蛛！高手害怕蜘蛛，一点兄弟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受欢迎啊？因为我们太帅了吗？哎呀你个臭小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什么你？我爱你。我就知道，怪不得你整天来找小红，却又偷偷摸摸地望着我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的嘛。我比小红美得多，没有理由你泡她不泡我。我以为你脑子有毛病，原来你这么坏。哎，对啊，我也知道是我不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没脸见你，我现在就走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样你跟我都会伤心的。那怎么办？不如以后呢，我偷情吧。白天呢，你跟小红谈恋爱，晚上……好不好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兴不兴奋啊？还行吧。真是冤孽呀！先亲一下吧。姐，什么事儿那么吵啊？姐什么姐呀？小喇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个短命鬼！喂，姐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三更半夜抱我妹，你去死吧！姐，你把我小喇叭打死了，你还我小喇叭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以后不准你们晚上再腻腻歪歪。晚上他要来我这里，他要来我这里的话呢，我就打到他死为止。我知道了。我的心坎儿。哇！哎呀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试一下。那大呢？我命还在就不错了，大哥。不会吧？小白脸不就没命了？心肝！喂！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了？都被你震断了经脉，死定了！你看看。不怕，我有这个还魂丹，可以起死回生的。拿回去慢慢吃啊。不行不行，他要马上吃了，吃了应该就没事了。哎，我没什么事了。不会这么快吧？哎，不如我们去踢球。好啊。踢球。晚安。这么晚了踢球？他怎么还没好啊？行了，你先放心回去，明天我们把活人交还给你。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其实还魂丹只是用来保命的，如果想救他，一定要运功将他的毒逼出来。好了，送风送到西，我们五个人联手运点气给他，把毒逼出来。其实我好喜欢你，不过
我这个人很害羞，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表白。我人又老，钱又少，只有一颗心想对你好。我不介意你是妓院老板娘，希望你也不介意我这个死老头子。你看了这封信，要是不喜欢的就扔了它，要是喜欢的就给我个暗示。永远爱你的贾一冰。你看呀，写情书了，真的写情书。呀，难道他们知道我写信给黛玉？贾一冰，我有事跟你说啊。奇奇怪怪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我看到雪儿望着洛天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自己没希望了。好了，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，你是希望你开心呢，还是她开心呢？她开心。你救了帅哥的命，雪儿一定会很开心。是啊，可是我怎么办呢？你不要一直哭好不好？哭啊哭啊，哭得我都想哭啊！我对着满堂红满堂大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定是在断背山学的功夫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一个晚上没回来，去哪里了呀？我们都担心死了。爸爸呢？哦，他在书房见客人呢。爸，你怎么做？她是我女儿，叫雪儿。你跟你妈妈长得一样，这么漂亮。这位是？我是聂家镇镇长的女儿，那里土匪横行。我是特地过来想请你爸爸帮忙的。你先到厨房去，我一会儿进来跟你一起烧菜。好。你跟你女儿的感情真好。小喇叭说救了那小子，雪儿就会开心，雪儿开心我就会开心。但是现在为什么我这么难受？失恋真的好痛苦啊。哎，你以为只有你才痛苦吗？只有你才会失恋吗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你恋爱过吗？失恋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了。看不出哦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多少美女死在我手上，他们还给我起了名号叫蔡盼安呢。他们怎么能这样骗你啊？后来我退隐江湖之后，来到这里才找到了我毕生的挚爱啊。嗯，哪个啊？说来听听啊。不就是就是我的玉喽。嗯，黛玉姐。可是我穷啊，怎么配得上人家啊？那你有没有表白哦？我怕再次被他拒绝啊。切，一点勇气都没有。那你呢？你怎么不去跟那个雪儿说你爱她？我怕当场被拒绝哦。我们同是天涯失恋人啊。失恋实在太痛苦了，不如你杀了我吧。你先杀了我，我再杀了你。我杀了你，你还怎么杀我呢？我们不如想个办法，一起死吧。好啊，去你家开会。好。洛雪，帅哥，天都快黑了。我们这儿有好酒好菜，美女上房，要不要上来啊？不用了，不过我想打听一下，三天前有没有四个男的经过这里，说要去猛虎庄啊？我们都不知道，不过可以帮你打听一下。玉姐，玉姐，下面有个男的打听三天前去猛虎庄的四个男人，会不会是他的朋友啊？小心一点，如果是猛虎庄的人，也会装成是他的朋友的。可是他很帅，不太像是坏人。吃男人的亏，吃的还不够啊？什么风吹来这样一位帅哥啊？我只是想找我的四位朋友。四个朋友我就没见过了，不过这里有四个美女，我看你倒不如住下来打听打听，或许就有下落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听一下。去。
这个啊，就用这个插穿你的肺啊。我用这个刺爆你的膀胱。我用这个切断你的大动脉啊。我这个剪断你的大肠。那这样肯定能死 啊，死定了。来，退后啊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为什么二位要自寻短见呢？关你屁事啊！我们说过要自杀吗？没有。就是，可你们全身都装了，玩玩不行啊！吃过西餐吗？你乡下来的？吃过牛排吗？动手！你又来帮我忙啊？是啊，不过要付钱的。这小子干嘛？他偷看我们洗澡。两位前辈不要误会啊，我只是想找回失踪的朋友，如有得罪先给你们道个歉。年轻人，福清镇呢不会被人欺负的，但也不会欺负人啊，你走吧。后会有期。天骄哥怎么放他走啊？我还没打够。他真偷看你们洗澡？是。我是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一起洗澡啊？节约用水。节约用水。恶心。黛玉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，黛玉。为什么死不了的？星嫂，爸爸怎么还不下来吃饭呀？再等等吧，他在楼上跟聂小姐聊天呢。那我做这么一桌子菜，我一个人吃吗？我不行了。这么快啊？大山，你酒量真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给我跳个舞吧。我不会跳舞。我教你，把手给我。这只是麻痹神经的毒针，毒性很快就会发作，你拔了也没用，你很快就会听我的话了。朱团长早就是我们的人。爸，推开柜子。新政这些人一个个都是绝顶高手，为什么性格都玩世不恭？有这样的武艺，又怎么会甘心埋没在这样一个小地方？难道是日本人的爪牙？小心！放开我！
小姐，小姐。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洛天。你叫洛天？嗯。我认识洛天啊。你见过他们？他受伤了，我送他去复兴镇疗伤了。复兴镇？我们去复兴镇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好。哎，新哥儿，新哥儿，又说约人家去逛街，整个镇都找不到人。新哥儿，新哥儿，新哥儿。奶奶的，这样躲也不是办法。已经关店了。红。那个小裁缝，我妹妹来看我来了。啊、那个你，滚！嗯、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、哎？你大姐到处找我，说我们两个、哎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告诉姐姐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啊、哦、啊，什么东西那么硬啊？碗。啊！哎，姐、啊、来了，啊，怎么办？就哎呀，躲下，躲下，快快快！哎，躲这缸里啊！哎呀，鞋别乱丢！气死我了！死小子，去哪儿了？哎，姐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啊，搞什么鬼啊？我在捉迷藏啊！跟谁啊？小喇叭。小喇叭？他来了吗？在哪儿？哪儿？哎，小喇叭！哎，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已经出去了？哎呀，不用理他。为什么我想死就不让我死呢？哎，小喇叭，可以出来了，可以出来了，小喇叭。吼，阿吼，你什么事啊？我当你姐妹啊！我说给你听，你要替我保命、啊。哎呀，什么秘密我最拿手了？阿炳偷看你洗澡，阿姨偷你鲍鱼，小裁缝做衣服说你没身材，我哪样跟你说过了？你口好紧啊！那当然。其实呢，我长这么大都没。亲过，我想你教我。现在，兄弟，我又没想过跟你亲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实不相瞒，我跟小喇叭在谈恋爱。喂，喂，还钱！干嘛？我不想让小喇叭知道我没那个经验。你教我。你肯定不看书，古书里不都教过吗？其中写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呢？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不懂。嘴凑过来，我教你。我把初吻给你，太亏了，不行。有没纸啊？隔张纸不就可以了？有没纸啊？那非礼勿动呢？就是呢，他亲你的时候，你嘟着嘴，动也不动。非礼勿视呢，就是说你闭着眼睛去享受这个过程。然后是非礼勿言，不是不说话，是嘟着嘴不说话。最开心的时候呢，就是跟他写字。不过我不是用手写，而是用舌头写。你写给他，他也写给你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这样都能写字，你是不是人啊？我好爱你嘛！啊，好，好，做坏蛋！哎，大红，我肚子好饿。哇，大婶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小喇叭。别吵，看这个，糟糕了！啊！喂喂喂！我在这儿脱了他的一件衣服啊！走！这儿这儿！啊！哦，他已经没有衣服了，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已经穿回衣服了。这里，快！阿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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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起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家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帮你们两个办喜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把手续办好就好了。姐，
你为什么那么奇怪呢？没事，他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真的？那答应我们的婚事应该高兴，你急什么呀？我激动的嘛。你们两个，小裁缝，这个巷子，我……哦哦哦哦哦哦！再见，跑不到妞的可怜虫。好在我刹得住，但是我刹不住啊！我也刹不住啊！啊！你有没有事啊？哎呀！姐，哎呀！你别跑啊！你有没有事啊？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啊？你这样死很不值。就是，真是个傻瓜。小裁缝，你到他那里干嘛呀？增高啊！你不觉得我高很多吗？嘿，你个臭小子，偷看我们洗澡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前辈。别开玩笑了，在下洛天，我只是想找回失踪的朋友，我绝无恶意，请大家放心。他是个好人，他刚刚还救了我呢。还有谁敢害你？日本忍者，还有猛虎庄的人，我爹被他们抓去了。啊！我在哪里啊？你在我身边。啊！洛天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抱错人了，他在这里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天哥，陆豪他们牺牲了，不过我们抢回了一份日本特务名单。猛虎庄做了汉奸，连林国栋都落在日本人手上。你怎么知道？雪儿小姐刚才被日本忍者追杀，还好遇到我。可是为什么他一见到我们就哭着走了呢？他喜欢你吗？喜欢我？他以为你是男的。雪儿小姐，我竟然以为他是个男的，我是不是笨得跟猪一样？你想听真话吗？现在不想。其实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。我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应该担心你爸爸的安危才对吗？你说的对，爸爸被那个坏女人抓了，我们得去救他。哎呀，好疼好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点没呀？不行了不行了！哎呀呀呀，轻点儿！各位前辈，你们都身怀绝技，如果我们齐心协力，肯定不用怕他们。不是我们不想帮你。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伤心往事，现在只想安心过日子，所以才推引到这个福星镇的嘛。如果我们出手帮你们，就一定永无宁日，福星镇就不再是世外桃源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就是啊，走吧。黑色小姐，陣内の様子はどうなってるの？市长好几天没出去过，下面也有疑心，我快是压不住了。司令官との婚礼を手伝って。婚礼？操りの術は使ってはみたものの、完全とまではいかないわ。全くしぶといやつ。もうしばらく待ってもらえないかしら。可是、他的女儿林雪还没找到。万一他……娘は風神陣。三位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为了我们福星镇的安全和福祉。实在不好插手帮你了，请见谅。不要紧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疼我，不能强人所难嘛。雪儿，你爹今天下午跟聂无双举行婚礼，我们先走吧。嗯，各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？不行，我不会袖手旁观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哎，
你去了就代表我们也插手了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吧？就是。我是不是没用？你想听真话吗？不要太真。在我心里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三位不用走了。他们是黑风寨十八银魔。什么人啊？他们是最高价钱的杀人机器，最近还开业20周年大赠送，请他们杀一个就送全家，杀三个就是整个村呢。恰逢这个星期大收兵，所以出手会特别重，大家小心啊！夏采风。我们一起冲出去。我在这里挡住他们，你带雪儿走，把特务名单带走。不行，我们一起走。我现在不是你未婚夫，我是你的上级，这是命令。走，跟着我。好厉害啊，那个是谁啊？黑风寨十八阴魔。不是，十八阴魔曾经杀过200多人的大刀队，十八阴魔怎么打得过他们呢？你别闹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出去会害死镇上那些无辜的老百姓？江湖不在四周，而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没法退隐。快冲！等我用针扎。虽然人家比我高，总是要呼吸的吧。十八阴魔虽然刀枪不入，未必顶得住我们的引爆弓起毒。林哥，你吃了这个苹果，
你就跟你老爸一样，听我的话了。嘉一饼，你在干什么？找我干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才是嘉一饼啊！哎呀，揍你啊！叮叮叮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，拿命来！你们来！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呀？连我都分不出来。好，不用怕，我会分。如果会上我们的会歌森林和原野呢，那个就是真的。我们大家一起上吧。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，亲爱的朋友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嗯，你们为什么不唱啊？我们根本不会唱这个歌，我们的会歌是吻别。他会隐身。啊！你个死三八，你干嘛学我？岂有此理啊！你个死三八，你！两个点。我知道那个是真的，真的那个我亲过，我记得味道。免费的，我也免费。仙子啊！他中了我的毒掌，一笑就立刻死。你，花天娇，你为什么替我挡这一掌啊？因为，其实我很喜欢你，麦当娜。哎，你不要笑，这掌很毒啊，一笑就没命了。做人要开心点，不开心不如去死。你别笑。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跟你说。别讲那么多话了。我有几百根金条，留给你。那你说吧。不要那么大声让人听见，我把金条放在……你声音太小，我听不见了。金条就在……花天娇，你不要死！金条在哪儿啊？不是，你不要死啊！说完再死啊！花天娇。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开心点呢，笑一笑呢。我昨天教你说的话，你说一次给我听。结婚之后一起去澳洲领月，部队的事全交给朱团长，他全权指挥你们。真乖。黑泽小姐，外面准备好了。はじめましょう。好。理事长和聂无双小姐的婚礼现在开始。
李师长，你愿意娶聂无双小姐为妻吗？无论生老病死，健康长寿，都愿意一心一意地爱护她吗？我是林师长的女儿，让我们进去。我愿意。冲进去。林师长，你不是有话要跟你的手下说吗？我们结婚之后一起去欧洲蜜月，部队的事全交给什么人敢来打我？我最讨厌别人拿枪指着我了。都别动啊，都别动，死人臭婆娘，别勾引我们中国男人。团长，你搞这么久才出来这么一点，慢慢来啊，太快会痛的。对，丢人了，快走开，男人婆，我要你的命啊。伯父啊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是来救我们的。爸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东西太难搞了，交给你了。是我不对，你可不可以放过我呀？别捡！哎呀，你个死笨蛋！哎呀，嘿，哦，这次搞不定你，我吃屎！啊！没事吧？该你了，该你了。抓！高啊！真好，谢谢。
轻人，我看你跟他的仇好像大一点，那这个混蛋就交给你了。老爸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天哥，就是他杀死阿豪的。你想去哪里？都在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大家不要远就去找，要用心。喂，你干嘛那么拼命啊？在女孩子面前要装酷啊！你们一起逼他出来。还搞不定你，死定了。雪儿，肖大夫，你没事吧？雪儿小姐，我一直有句话很想跟你说的。你说。我有一米六的。我相信你。哎呦，我很喜欢你的。我也喜欢你。还有最后一句话，其实我见到了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啊？哎。我们走了，雪儿小姐，希望你爹有一天也能加入我们一起抗日。我爸说了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。我们江湖七怪也是一样，能出一份力，随时候命。那太好了。后会有期。